那里登记。那我问他们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，同学告诉我说我没有送给妈妈的，所以呢今天都想吃一天呢、啊、就是我的福气。所以呢我要跟所有年轻朋友要讲这样的事情呢、啊、我是要告诉大家珍惜跟妈妈相处的时刻，珍惜妈妈在你身边的每一位美女。